哎，那个，你给我打电话着急干嘛呀？我想一会上去找一下我妈。哦，那正好呢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也跟阿姨说说咱俩去义乌的事。可以啊。你这挂个双钻干嘛呀？不是，因为种玉米嘛，它待会长高了，它会有小鸟会来吃。哦，这就怕小鸟对，吃的是吧？风吹动嘛，就简易的那个稻草人一样，是吗？会吓小鸟的。啊，幸好没把我挂这儿。你挂不了，这个竹子太细了。那好，那走吧。行啊，行，领着走吧。走。阿姨，哎，行。等我上车，阿姨，那个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阿姨。你带我去哪呀？你找到就知道了，阿姨，走吧。阿姨，到了是吧？请你上里头看一看。哎，这是房子是谁的了？小杨，你带我来这里干嘛？你进来，阿姨，你看一看。杨哥，这谁家呀？这房子挺大啊。是，挺大的。阿姨，坐，先坐，里面坐。嗯。阿姨是这样啊，这个房子是我刚给林妹买的，你看这个房产证。这是写里面的名字。不行，小杨，不行，杨哥，这个太贵重了，不行，不能收，杨哥，不能收，这太贵重了。没事嘛，你就先拿着，以后我娶媳妇还能用呢，对吧？你怎么这样子啊？是小杨跟姐买的，怎么能让你娶媳妇啊？我就先用用嘛，姐夫又不说啥。阿姨，你那个坐，阿姨，里面坐，还有个事儿，阿姨跟你商量商量，因为一会儿我马上我去趟义乌，上次跟你说了，我带林妹，我们一起去工作。你看刚叔叔商量，行不行，阿姨？今天就走吗？对，今天就走，阿姨。那好吧，那如果今天带林妹走，你们两人再处一段时间，好吧？行。爸，那你的我就回去跟爸再商量。行，那感谢你，阿姨。那就是这个房子，阿姨这样，我把钥匙扔给你，完你带小孩，哥哥小孩就先从这儿住着，阿姨。那不行，这么贵重的不行，啊！等你们跟你们两人，把这个事情确定好了，我以后到这来做，可以。行，那阿姨都太感谢你了，我会走时候我会，好好照顾你妹的，您不用担心。嗯，那就谢谢。小杨，那麻烦你一件事，那你把林泽带去嘛。行，阿姨，正好他们姐俩还有个照顾。哎妈，你放心，杨哥都说让我当店长了都。当什么店长？你要跟去的话，你就给我听话一点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会照顾好他俩的。阿姨，那我们现在就走了，阿姨啊。现在就走吧。啊。妈妈上我家去吃完饭再走，我去我家，我做饭给你们吃，吃了再走。行，好，谢谢阿姨。应该会明白我的爱。虽然我从未向你坦白。